这是王菲和谢霆锋时隔23年再度牵手出街的照片对比，突然梦回当年，真的是最强姐弟恋。兜兜转转，他俩发现还是彼此最合适。二人自复合以来，一直是十分低调的，这次难得合体，并现身机场公开秀恩爱，可谓是令人艳羡不已。